民主黨是更加合格，我們絕對不值得驕傲。我相信民主派呢今次都應該痛定思痛，我們必須要承認這個運動失敗。衡量每份胜负制度化，凭你共我未够，想改写一切际遇，掩盖了内疚。其实已前面没有路走。去年嗰个政改方案咧，民主党其实系计错数嘅，佢以为同中共做一個政治交易，咁中共會俾翻啲好處佢，譬如喺區議會選舉中共會克制一啲，唔會搶曬啲票啦咁。但係今次佢睇錯咗局勢，佢唔知道政改方案爭翻嚟嗰啲議席咧，其實係會影響到功能組別個權力制衡，同埋喺新增特首提名權嗰個權力制衡或者提名權嘅制衡，而呢兩樣嘢咧都係中共係志在必得嘅嘢嚟嘅。咁故此佢係好蠢咁啦，係冇攞到唔區公投的實力就跟中共去談判，結果今次呢個區議會選舉就可以看到他是被中共完全係耍咗場。下意識驅使我去，每日只作接受，白與黑的世界兩極爭到最後，創造了也破壞了，最終失去自由。惩罚已受够，落魄的四周自有各种的理由。某些不是我们的同路人呢，就大家竞争咯。我们真的惊都没惊过，我们真的很被动。他昨天已经走出来，喂，放马过来了，没惊过了。那你大佬啊，他第一大党是吗？整不整合不是问题，因为反共和恐共這個情緒在香港存在，其實最主要是那個政黨自己掌握那個政綱和那個階級路線的定位，就是說他不是說要面對所有人，而是要面對譬如說低下層是受到中國殖民或者中國的威脅而損失生計，那些舊區是受到重建或者地產霸權的剝奪，在那些地方反而那個是香港民主政治的重生的機會。懲罰已受夠，落魄的四周輪迴落世中逗留。九七年到現在，其實根據統計多了88万的中國移民來了香港的，咁呢88万人咧，其實個投票意向係好有決定性嘅，佢哋係新增嘅選民嚟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喺做選舉分析嘅時候，成日會忘記呢樣嘢。恭喜太后，區議會幕後發功，建制派大獲全勝。小豪子，你唔好亂講喎。建制派大勝是大勢所趨，跟哀家一啲關係都冇噶。太后，你又何苦謙虛呢？係人都知道今屆新增嘅選民裏面最多就係60-70岁嗰啲公公婆婆，仲唔係太后你嗰啲麻雀腳同埋飲茶 friend？ 咁多老人家出嚟投票，係因為毛毛同莫醫生嘅呼籲成功啫嘛。太后，咁多年佢哋都唔出嚟登記，何苦要揀今屆先出嚟啊？佢哋一定係知道今屆區議會嘅議員可以選埋立法會嘅議席咯，咁重要梗係要參與啦。但你冇。冇理由噶，毛毛同莫医生都冇同我哋讲过呢一点，佢哋净系话投票为社区啫噃。佢哋一定系觉得选票好重要。太后系选票定系粮票啊？好多人都话咧，投俾某个政党嘅话就可以蛇斋饼种，专车接送噶啦。你太过分啦你！呢啲叫做毀過於人，侮辱選民啊！人家已經唔係靠蛇齋餅種咁低層次噶啦。咁靠咩啊？我陪個客翻深圳換手袋啦，陪人哋個老婆入醫院生仔，仲俾埋錢啦。人家嘅地區工作心耕細作，唔係老作噶。咁啊，泛民要學嘅就唯有你陪換手袋，我就陪你排隊買手機啦。你陪人哋生仔，我直情幫你生埋仔，代母產子啊！咁啲資源又從何而來呢？冇噶啦，如果泛民冇錢嘅，唯有學艾薇薇咁樣咯，民間集資啊！我哋一齊咧掟啲錢俾泛民啊！正所謂票債就錢還啊，做泛民嘅債主啊，唔使心急。我就話咧，泛民其實係好多本錢噶噃。點解啊？如果
唔係成手好牌，又點會突張呢？如果唔係本錢太多，又點會割隻咁豪氣呢？冇理由唔夠被冚啊，仲要割隻咁傻㗎！太后啊，今次區選搞成咁咧，我估真普選都唔使自由啦。你錯噃，啱啱相反喎。由於今次我哋掌握咗呢個民意，2017就算有真普選又何妨啊？最多叫大主煮多兩煲蛇齋餅粽咪得咯。太后，你終於講咗出嚟啦！坦常有人就驚訝呢啲票突然間又多咁多啊，咁樣促進全力嚟㗎，定係仲有啲保留啦？冇，邊個保留啊？係。無後退，原來是對，完全是我內心一句。一定要將蛟龍浸死。我選特首，你區議會幫唔到我咩？選特首。即使星矢醫生的票加上我的票都抵擋不到這個建制派阿爺出手即那些鐵票的威力的。北京已經可以做到駕馭香港的選舉。誰令我擔起了顧慮？誰人令我衝出了廢墟？誰人令我安心再去睡？誰人令我信念頑強？不肯唏噓。有組織的支持絕對會有的，咁雙方都有啦。但如果政府啊、中聯辦友好嗰啲就包唔包在內？咁佢哋有冇美國領事啊，或者外國領事支持佢哋咧？居民提出嚟所有嘅大大小小事情，佢都幫手。村裏邊有個女仔買咗個名牌手袋，啊點知用兩用就甩咗皮，要求換個啊補償，佢都賠埋佢。唔好將我哋神奇化，我哋絕對唔會話啊，因為自己有啲進步而講到好巴閉，絕對冇啲咁嘅嘢。我哋反為真係，我哋一直個態度都係實事求是。票债票上的票债票上，他好大声，票债票上，制裁伪民主派，一成一笑，好勇敢添啊，唔识答咁选咩举啊，我献丑啊，哦哦，今次衰咗啦，喺出边癫够未啊，仲唔翻嚟食药？有六磅喺度相争，愚人自然得利啦，泛民告急。你知驚未啊？從前有兩個候選人，大家嘅名氣都好大。開跑之後見到啲票數，就開始發覺有啲唔對路。玩得呢個遊戲都冇得廢藝，大家都見到建制派實力唔曳。閒姐夠了選超級區議員，攤牙就一個攤咗喺山頂度。唔同嘅區份阿爺都照顧到，輸嘅要認打要企定。阿爺撐你。The best upset. 做得我关心你吗？你跟我没得说。特首中意兜花声。官員個個盡正應。許冠英逝世出現了很多遲到的惋惜和懷念。許冠英雖然是喜劇演員，但現實之中他有少少的悲劇角色。因為在70年代中期之後，荷里活的德斯丁·何夫曼擅長是做失意的小角色，走紅全球的大銀幕。德斯丁·何夫曼的成功就打破了英雄俊男雄霸主角的壟斷，尤其是身形矮小有自卑感其貌不揚，在德斯丁·何夫曼的戲裏面反而可以贏得美人歸。這個這樣的類型英文叫 Underdog， 即是底層失意的流浪犬一族。西風東漸這隻款香港跟著又興埋，
所以就繼新馬仔之後，香港影壇就出了一個伊雷啦。伊雷專門做埋啲昂哥哥咁嘅角色，講嘢咧就口齒不清，同埋專門俾人恰噃。伊雷之後就輪到許冠英做主角啦。70年代經濟起飛，許冠英一度成為全港失意低下層港男 underdog 代言人，亦係香港小男人第一代形象。不過許冠英好似做下做下代入咗戲裏面嘅角色，因為佢上係少將許冠文嘅細佬，下又係青春偶像許冠傑嘅大佬。本來咧睇開啲，個人有自信就全無所謂嘅。可惜人嘅性格天生，若果有情意結就好難搞啦。做戲唔可以做到上曬身。德斯的何夫曼知道自己唔夠靚仔。亦係身高5尺2-3寸，不過佢同時亦知道自己係專業嘅演員，角色係 underdog 啫，但係個人就係 superman 喎。嗰陣時香港有出戲叫《茄喱啡》，都係趕上呢陣潮流，有首插曲啊咁唱，話你係人間 movie star， 我係人生小配角，我就行先死也快，你出鏡就大銀幕，喺呢個世界咁虛實分明。斬痛苦嘅啫，各個角色都有人扮演嘅啦，各有前因，莫善人，何必咁執着啊？都係難得糊塗，做人開心啲嘅。咁大個人咧，都要開夜車咪書，就係要考試咯。我孫中山諗住翻嚟香港做執業醫生，都要重新考個試。就算校長俾啊，主席俾，嗰啲醫生都唔俾。喂，我格格地都係西醫學院畢業噶嘛，就係唔得。你唔係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即係流嘢，唔係名牌。唉，真係。喂，實情你哋咁大碗飯啊，自己都食唔切，我支筋北少少啫。咁都唔俾條生路嗰啲病人行下，喂！我啲一級方程式車手書物家嚟噶嘛，唔通嚟到香港揸的士都要重新考個車牌，實考唔到啦！嗱，最多咁，我唔搞你外科，我唔搞你內科，我就係搞你 G 科得咯啩？嚇！我孫中山畢咗業之後冇一日做過醫生，究竟我最叻醫乜嘢？我長年喺外邊宣傳革命，四處籌錢。我最叻梗系医起棚牙啦！今次区议会大选，民建联系大赢家，点解呢？家和万事兴咯，所以对家咧家衰口不停啦，输晒。嗱，真正大赢家咧系叶太，佢嘅新民党12个人出战，4个上到位。哇！葉太真係轉曬運啊！所以當年2003年係由最黑人憎嘅官員，而家8年之後變成最受歡迎嘅議員。哇！葉太發到發發聲，個唔好話你有咩秘訣啦？有3大秘訣：第一，吸收陽氣。當年佢冇官做，即刻放羊留學，哇！吸收啲陽氣翻嚟。第二，吸收朝氣。佢新民黨咧，全部都係80啲僆傾嚟嘅，個個朝氣勃勃。梗係親近啲年青人，好過親近啲政壇元老啦。第三係發氣，哇！葉太一轉咗掃把頭髮型之後，嗰啲運就發發聲咁樣嚟啊！所以話一字記之藥，發唔係法治喎，法治嗰個黨冧咗咯噃，係發型轉虧為盈。啊！謝謝謝謝謝謝你們，唉！我終於放翻出嚟啦。但可能隨時就翻入去啊！我要籌翻個1500萬欠税啊！哇，交税仲多過間上市公司，我邊有賺咁多錢啊？係我就上市啦，唔收住而家咁上身啊！唉，所以喺中國交税同埋死亡係會隨時同一時間發生嘅事。不過唔怕，我快喺網上借錢大行動，好多人借錢俾我啊！有啲啦，將人質接成飛機咁飛入嚟啊！唔知係咪人民力量條橋嚟嘅咧？有個大碗啊！我應承俾100萬我喎，我話唔好，我點知你係咪肥佬禮噶？其實我係中意啲散紙同埋碎銀嘅，為咗今次咧係搞一個行為藝術，發起人山人海神州千里接神沙。哇！我要將1500萬嘅散紙同埋神沙，我堆曬喺你税局門口，我睇你點收。嗱，你放心，借錢嘅人都係分3種，我呢啲有借有還嘅上等人。有借慢慢還嗰啲香港人，
個個都爭人債幾年債㗎啦，有借冇得還嗰啲咧，棄立人咯。恭喜美孚居民有民建聯做新區議員啦！新區議員法力無邊，神功護體，泥頭車賣唔到身，全靠新區議員搖佢發功咋，先可以令到嗰架行駛速度安全又適中嘅泥頭車喺居民面前急煞車。新區議員識得五鬼搬運，未上任前就發功搬走咗專門照顧問題家庭少女嘅關愛之家。選舉期間咧就發功搬走咗幫居民反平風樓反到被人告嘅區議員黃德全 啊，所以居民揀佢咧，應該都係想佢搬走埋棟平風樓啦。人哋講到明噃，支唔支持居民嘅抗爭係要逐次計算每次抗爭嘅性質嘅。咁即係計咩咧？例如問下啲有力人士，嗰個發展商係咪自己黨嘅成員啩？夜已深，地铁中我默然，从未想我竟知过客，我心中有诗改，没处吐倾。我只是一个愿望，在这里是不可以起一座这样的不合情理的楼的。烦恼是你哋係咪代表發展商今日離開中介？今日會有啲乜嘢行動咧？嚇，同埋有幾多嘅工人？依家係咪打算都駛架車入嚟呢個地盤嗰度開，準備開工咧？使入地盤入面開工，我哋好開心今日咧，係佢哋係即時撤出。第二咧就係應承咧就12月19日之前唔會動工。第三咧就之後會有一個溝通嘅平台。都話咗課外活動太多就會影響學業噶啦，好啦，退學啦，家陣要啊，堂堂話要退選咩嚇？梁振英就最想啦，唔係啊，係講緊意大利嘅總理貝盧斯科尼啊，佢直情就係全職嘅課外活動主任啦。啊，堂堂邊一忽似貝盧斯科尼啊？你睇下佢最近探街坊嗰陣瞓喺張牀度，幾咁生硬唔自然咧，就證明唔習慣瞓生寶牀啦。呢個真係要問下堂堂嘅公關啦，做乜嘢要佢啊瞓喺張牀度影相先得㗎？你得閒就叫佢幫下鬥獸企叔叔啦。啊，由堂堂親自示範，攞到張薄到0.038毫米嘅旗子，冚住塊面，如果仲呼吸到，咪可以為阿叔平反咯。哦，你話係將旗子令人哋唞唔到氣多啲啊，定係嗰啲領會霸權搞到你唞唔到氣多啲咧？我就話咧，見到堂堂瞓喺度，翹埋雙手，都有機會做特首，真係令人泄氣啊！世界變了，世界變了，只得一句嗨，我不理解，但可理解，像煲太更靚態。我也怕我變態，我的思想左右擺，有一半乖，有一半壞，伴我跪架上街。其實我對我